这些年未得相见，你已经被他们害成了这副模样。我自骊山而来，在此调查谷中之事。我并非有意瞒你。
这个女人，确实有些难处。我同她母亲相识一场，下不去手，这才引你来此。 此物早已落入那多目怪手中，竟被你寻得了。或许这就是机缘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帮你将此物回复神力，全做我的答谢之业了。 不过是几缕天上垂下的丝线，连它通向何处，是福是祸也不知道。为何都争着往上爬？